它的栖地环境一样是里面充满了各种小小的碎石头哦，还有那个砖头等等的。那还有它的边边靠近花台都是水泥封住的，所以今天平常下雨雨量少的时候，它泥土虽然说不保那个不透气，但是对大树来讲还好。可是像这次台风雨量这么大的情况下，它的根部泡那个泡水泡太久，那个不管是说烂根或是说不透气等等情况，都会造成它根部脆弱。那土壤泡水又松动。所以风今天在强劲的时候，树整个就会倒下。那整个栖地环境不良，就是我们现在新北市很多树遇到的问题，不管是公园、行道树、河滨都是一样。好，大家看到这个都是砖头，都石块，哈，真的很夸张。好，那所以到最后就整个就撕裂掉。其实它下面这里都还有一些主根，哈。那这个如果清创以后，哈，就那个地方清创，然后这些砖头、水泥、石块能够清除掉哈，其实就还是有救的哈。那其实已经曝晒了两天，这些树叶已经快干枯了哈。那赶快去把它扶正，然后上面的树叶还要做一些修剪，哈，补偿式的修剪，把一些枯掉的叶子切掉，然后一些上面也要清创哈，上面的枝叶都要清创哈。这个非常明显哈，按照道理这么大的土壤，然后它的根已经拉到那么远的地方，按照道理是不会倒塌的。我们行道树很多没有这么大这么好的土壤，所以我们这个栖地实际上比行道树还更糟哈，比裹小脚的行道树更糟。在我们新北市最流行的种树法，所以有水泥种树法，然后这个是地砖种树法哈。这一样哈，这个就是除了比刚刚土壤本身已经是不透气的土层，这更糟糕。它在土壤上面再覆盖这种像人形砖，哦，或者说像刚刚有提到的洗石子，或是直接用水泥封起来的，不管这是哪一种做法，你今天平常天气好的时候没事，但是只要你一下雨，水一流进去，在里面积久了，那我们也都知道登山作用，你今天封住以后，它水不会蒸发，久了以后根就烂掉，根烂掉没有呼吸，风一大树就倒。那对人对周围的那个财物就会造成损害，所以这种就是错误的种植法，我们必须要就是呼吁政府要避免用这种错误的方法来施工。那我们看到它下面几乎没有支撑根哦。那其实按照道理，在花园里面的树木其实应该是会栖地会比较好，但是板桥的公园还有新北市很多公园，其实这个栖地里面的土壤甚至都比行道树还更糟。那大家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一些就是这两天修的，这都是尤其前面这一棵就是断头式修剪，断头式修剪其实非常严重哈。断头式修剪之后，它在断头的地方会长一些不定枝，这种不定枝呢是跟原来的力学结构是不一样的，它是紧急挣扎的球活。然后呢，你在切口的地方下雨，它就从那个地方开始积雨水，然后渗漏下去。目前土层比较严重的状况，就是在金城路上。金城路上面，我们现在看到至少这次台风倒了20几棵树，之后它主要也都是我们刚才看到的状况，都是属于水泥包着树穴，或者它是工业废弃土的状态。所以，下雨之后它排水又不良，导致它的树根已经腐朽，所以台风一吹，风大就马上倒了。就目前区公所给我们的回应是，他们目前会做扶正的动作。就但是在扶正的过程中，它也是属于断头式修剪。这一点我们还要再继续要求区公所，在断头式修剪时，在修剪的时候必须要涂药剂。他这次修剪的过程中也都没有涂相关的药剂。过去护树团体一直强烈的要求新北市政府受保护树木过少哈，那原来只有200棵，好，远低于就等于说台北市的1/10。后来经过我们抗议完以后，它增加为1000棵。可是呢，以台北市跟新北市的幅员哈，新北市是台北市的7倍大，结果受保护树木只有台北市的1/2。
非常的少。那现在在四号公园里面有一棵老榕树，也是一样，跟我们今天的状况一样，下面就是砖头哈，就是石块。那一棵树也非常大，我们希望算是编号330号，希望新北市政府赶快对于这个受保护树木赶快扶正，所以我们希望新北市政府也要加油，赶快让这些树赶快恢复生机，等到它全部都根都晒干了，树叶都晒干了，你再扶正也真的要再回升就非常的困难。我们一般来讲哈，受保护树木，台北市、新北市最主要都是先看物理条件。那物理条件就指树径哈，树胸高在我们的身体的胸部哈，就有点像胸围一样。如果是直径是高于80公分以上，那就可以受保护，这是树径的部分。那再来是树高15米，15米大概是5层楼左右，1层楼是3×3米。那我讲啊，对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树龄50年。好，那台北市跟新北市大概都这样。那新北市在升格的时候，朱立伦市长居然又偷偷的又把树木的标准又调严了，从80公分又调为胸围80，再调为90公分。好，那我们觉得是非常的，就是连升格都不好好的把树木保护做好。在这里，我们也在呼吁，是新北市政府应该要做相关的树口普查。很多的树木行政机关完全不了解。到底还有几棵树？我们新北市的行道树到底有几棵？这相关的树口普查都还没有做，所以应该新北市在这次风灾以后，应该检讨要不管要成立树委，还是要做树口普查，都一定要开始动作，开始行动。可是起码我们现在提到台北市政府，台北市的路树，他们起码有说哦，他们有9万多棵，然后他们公登处有多少人员，然后人员不足去维护，起码还有这样的数据。然后9万棵倒了3000棵，那新北市连基本的，就像我们人口一样，我们要做内政的政策，连人口普查都没做，如何去做好的政策？树口普查没做，你如何去树木保护？